好，我是露西亚，我在《终极三国》里面饰演的是夏侯之。夏侯之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然后一个活泼可爱大方，然后是一个团体里面女生在女生团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有一场阿布导演要我们。就原本那一场我们就只是要一个很嗨的气氛，就是一个嗨起来而已，然后没想到阿福导演突然去跳舞，他先 cue 了马超进去跳的超开心好不好，然后在那边跳，然后还 cue 我，拜托老娘怎么可以输，我整个就是给他跳出去，然后他们就觉得超好笑，因为我跳出去的那一刹那我演终极三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夏侯之在面对张飞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其实很爱张飞啊，就张飞只要一个眼神，然后一个眨眼，有没有，然后就会跳起来那种，所以我一开始对于这个设定我没有很明白，后来还是有一次，就是导演就是又引导我，他就说来，那个你再就是眨个眼睛，然后就是眨眼睛，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就这样跳起来，导演说 OK 就是这个，然后后来就促成就是张飞每次对我眨眼睛的时候，就是很开心的这样跳起来的，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夏侯之，还有夏侯之跟张飞，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搞不好继续支持我们十集之后成 CP 的就是夏侯之跟张飞，好不好？夏侯之跟张飞直接结婚什么的，阿香啊，什么关羽貂蝉，没有夏侯之张飞结婚。终极三国要在优酷和大家见面了，请大家期待哦，也请大家期待一个由我创造的夏侯之哦。这世界很酷。